节课了。应该讨厌你，你是不是想介入我们？你可不可以教我一下？没有没有，他可以，我可以还你，快快。他现在换谁啊？他现在是换谁啊？咬我咬我，耶！他爱上一只、一只狗。开台喽！开台喽！开台喽！禁忌的恋爱，什么禁忌恋爱？等一下，是不是有人把这个敲掉了？好、不是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那个、OP 啊，我没有开 OP。我刚刚有给你一秒的 OP。哈哈哈哈哈！一秒变创造，有，就是那一秒。那我开台啦，开啦，大家台，开开开，哎，开开开，哎，八点六，八点六，八点六，再见。这是还是有八点六仪式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八点六。耶，换人了！这么想要八点六仪式啊？对呀、我都看好某个留言，笑死，笑死！哎呀，还差四个人，差四个人。那个刚刚某雨说打电话跟我说要玩五分钟，嘿，小雨哦，那几请客时间，请客时间。Michael 可能也会迟到，他已经迟到了。他有说他还要多久吗？他要多久吗？点了都迟到了，咦，这是好问题。我已经半天没有联络到他了。太夸张了！哇哇！等一下哦，危险呐、真的，他知道晚上要因为他知道，他知道，他大概八点十分之类的会出现。八点十分，你要不要？他现在是在路上在骑车之类吗？还是你要不要打电话再问他确认一下？喂 ，Michael， 你到了吗？你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在骑车？不是吧？好像还快到了。你到了、好好好好，那你们好，快点过来。有，两场的人开场送他一只兔子、我有教你。哇，人家派，你这样他就有月饼了哎。哇，哇，性感屁屁。哇哦，哇哦，八加十八加。哎，法师不要转过来，法师不要转过来，转过去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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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十八加的话。你要搞这种东西。哇哦。有没有一些？要被 ban 了，要被 so sorry。分台，差两个人，差两个，就是 Michael 跟那个黑羽吧。哦、Michael 好了 ，Michael 好了，对啊，就差黑羽啊。有 Michael， 把黑羽要再请捞一次。对啊，还要再请一次捞，捞起来，上线捞几个人，一二三。那就先来自我介绍吧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还是哈基亚。人还没到齐啊，对吼，规则要人到齐再讲比较好。对啊，对对对好啊，那介绍吧。要。第一个，第一个 ，Number One。Table 啊，抱歉抱歉，我家小萝莉在吵那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峰。下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尾木木。全中秋节快乐，繁星生日快乐，大家都快乐耶！下一个。生日快乐。母亲中秋节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有人在看直播哦。对对对。谁的直播开声音了？刚刚有人直播，通常无限轮回。你的直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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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直播中。直接拿别人的直播当自我介绍啊。Yeah， 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哎、欸、喂，哎、欸，那个，我们以后可以规定穿好衣服再来打 UH。敌数哦，啊有，有两个，你骂他、哦，你在骂杨洋哦，啊，有，下一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迪苏。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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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尹月。路上的兔子要小心。下一位。啊。嗯。哎，我了吗？哎，你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繁星。我忘记要讲什么啊，记得填我的 Q&A 哦。下一位。谁？睡两小时吗？内裤侠换你。今天有点干，想忘记穿衣服。
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哈基，有点感冒，加一位。加一位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鱼。我路上不想遇到兔子，不管是人形的还是叉烧兔。对，叫叉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哲平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玉米，祝大家中秋节愉快，多吃一点粽子呀。Yeah。好，是不是搞粽子？粽子啊，是粽子啊。下一个，嗯，好，换我开始。哎、欸，那个 Michael， 因为呢，你是新人，所以你今天要来讲三分钟，来。讲不了三分钟，你要唱歌吗？我可以提供 Michael 的翻译吗？好啊，不，你是让他翻译员是不是？对对 ，Michael， 你讲一句，我讲一句。嗨。大家好，我叫 Michael， 我天性比较害羞内向，但我会努力玩玩这场游戏的。下一句，这个翻译真好用。玉米真的很棒，是我最佳拍档。过。我听起来有点自卑。然后翻译没问题吗？这个。谢谢大家，你没有翻译，谢谢大家。好、谢谢大家。好。哈哈哈哈哈。嗨，我是 Moco。我是那个，我刚刚觉得那个翻译讲得非常好。Hi。 过。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我旁边有一个没穿裤子的，被兔子一直咬。应该是没穿衣服啦，有穿没穿裤子是啦。是啊，也没穿裤子啦。都没穿。是啦，没穿衣服也没穿裤子。看我了吗？对啦。Hi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克。我看到杀手是这个速度。感觉安心了许多，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洋洋，希望今天跟法师同一队的人不会被ban台哦。下一位。好彪。新人，新人，三分钟，三分钟啊，三分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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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直接过吗？不行，不知道，起码要讲名字。看你好多观众。啊，等一下。好。等，还没开始倒数。嗨，我是酱油。老实说，我有点分不太出来谁是谁，完蛋了。正常正常。我是谁？我是 Michael 的搭档。我是团团。不是阿纪。我是杰克，我是杰克。我知道，团团一号、团团二号、团团三号。不要全部都。团团三号。团skin 哦。好，所以你结束了吗？迷之尴尬，迷之尴尬，尬聊尬聊，现在真的是尬聊的气氛哎、欸，天啊！有人需要翻译吗？还是翻译的好用是不是？好了，那就下一个吧。下一位，我是那集没有了，我在插。啊？插什么？在干嘛？在插什么？插什么？你在插？其实刚刚要开始之前，我的伤口爆炸流血。哎呦！保重，保重，保重！见红了，见红，痛痛的，嗯，有点痛。好，我是最后一个团团，然后黑羽还没来，所以我是不是又要开始嘿讲到他来为止？可是可以有请翻译啊。可是好，对啦，是可以请翻译啦。可是我觉得那个翻译有点小自肥哦。他的完整意思是，翻译确确实实的在叙述他这个完整的人。哇，什么鬼啦？这样子，好好这个翻译。真棒真棒，好啦，那就这样多多指教嘿，然后我没有话好讲了，就交给哈基吧。哇，他哇啊，黑羽还没来要讲规则吗？我觉得我们先讲规则，等一下跟黑羽一对了自己再跟他解释哦。好，不讲完这句都是跟他同队的吗？啊，不要啦！乔，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想跟他同队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很想。我好想啊！啊，这一次是中秋节主题的那个 HC 哦，我本身有点鼻音感冒，有点对，可能是小雨传染给我的。是另外一个病原体啦。戴俊哲哎、欸，不是我啦，是另外一个啦。他是戴元哲。这次主题是中秋节，中秋月兔的逆袭，然后。欸，这个场地呢就是一般的生存场地，没有特别的，就是多了一堆我创造出来的兔子。
啊，那些兔子呢？你看不到一般的兔子，全部都是杀手兔。哇！然后杀手兔的话，原本是想说了，让全部的兔子攻击不要那么痛，因为咬一下六颗心有点可怕，两下就死了。嘿，啊，不过貌似改不了，给他虚弱或者强制给他数值都不行，所以大家就自己加油，要不要靠近？好自为之。对，啊，兔子我把它调特别慢，你们可以看它现在这个跑速很慢哈，所以兔子会发光。啊，你们自己下去看它发光，要不要接近？自己选择。那打死它的话，打死月兔会获得一个月饼。那这个月饼呢，你吃下去会有抗性二、抗火一，还有发光。那这个在打架的时候有抗性二，就是免伤40%，还蛮好用的。看你就自己选择要不要去获得的东西。好，对，那个月饼本身也是一个南瓜派，所以它本身也会获得一些宝石度，所以你们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去打这样子。好，好。那注意的是，月兔要杀死的话是用手动杀死，如果你用点火啦、用岩浆啦、摔死啊，这都不算数，它不会掉任何东西。嗯嗯 ，OK， 要玩家打死。对，哦，好。这一次大概就是这样子，特别是这边，然后其他的话，也没有 OP 可以点那个告示牌，旁边的告示牌，你可以看一下目前这次有什么东西。那跟以往的比赛规则是差不多的，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好，嗯，我看到了。那如果各位有想到什么特别的新玩法，可以在下一个月玩的话，可以私讯我，也可以考虑看看有什么新玩法。私信鱼桶合成机有玩过吗？还有个还蛮特别的是，你当你超过鱼骨800颗之后呢，会随机爆炸。这个之后我们可以玩看看。就是你超过800颗之后呢，你每挖一颗石头就有机会会爆炸，有一发机会。哇，这样谁敢挖？好可怕！所以就是石头尽量少挖一点，防止鱼。老师，再也不挖了。老师，我的书爆炸了。欸、那哈基老师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是不是挖800之后，在敌对前面挖一颗石头，也可能会让对方一起受到爆炸伤害？哦，我本身是没玩过这个玩法啦，不过之后有开，或许你可以试试看啦。哇、哦，老师，我要问一下，请问自己合的南瓜派会有效果吗？你合不出南瓜派，因为我把场地的时候南瓜都弄掉了。地牢有南瓜种子啊。南瓜种子你种得出来，你自己做可以，很有效果。好，还有自己做的月饼，手工的哦。但要甘蔗哦。啊，所以黑羽到底人去哪里了？我们再催促他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哦，输了嘛是正常的，因为就是没有 OP， 点这边的告示牌就可以了。对。点告示牌会免费获得 OP 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是他可以说规则。嗯，好想要看。这一次的新人有酱油，希特酱油。啊，还有一个是 Mind Bro 是上一次只出现玉米，少了 Michael 上次在忙嘛，这一次加了一个 Mind Bro 的搭档是 Michael。呀。为什么喊 Michael 是你在压？翻译机还可以无声翻译。对，你不是 Michael， 你干嘛？Michael 点头的时候，我会帮他翻译。哇哦！记得地形。他摇头。不要翻译，的意思。我头晕了。他说他到了。阿郎，我跟他说赶快来 DC， 他说好。又是15分钟的，哇哦，没有啦，13分钟而已啦。还要加进来的时间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就是 Michael 比较害羞，所以如果他跟你同队，没有跟我同队的话，他会丧失语言功能，就是麻烦你们照顾他一下。听起来又感觉很可怕，好惨哦。那他还会跳舞吗？他可以，你跟他讲跳舞，他有机会会跳舞。有机会，你拿着那个像什么宝物一样，需要你先跳吗？我平常教他跳舞，他都打我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啊，他被怪咬到会啊之类的吗？可以斜线火车吗？斜线 Michael Dancing。哎哎，哈记，
那个有新人，你要不要稍微再讲一下几分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？哦，好，这一次、啊、因为有一些新人不太知道，就是 UHC 是一个他不会回血的战斗，有点像吃鸡游戏，嗯，吃鸡生存游戏。哎、欸、啊，那到时间到月后面，那个一样会有缩圈，会场地会乱缩啊，被夹到的话，就是在边界外的话，你会扣血，会死掉，而且扣很快。嗯、对，然后稍微讲一下好了，前二十分钟，基本上大家的名字名条是看不到的。嗯嗯，好，对，只有看到队友，看不到别人的。然后也我们没有，因为当初暑假有限定说十分钟不开战，但是这次没规定。喂，对不起，所以现在海底捞。我已经迟到两届，我对不起大家。以诚意，以诚意。对不起，我会露出胸部。太想请客了吧？已经有人露到剩内裤了，你不用了。对，露的不够多，你露的不够多。十六岁可以，你太没诚意了。一张小朋友，不要啊！我对不起大家。不会啊，那个 IP 在 DC 啊，你记得不要露。有，还没开，还行。好，好，露。好，那我就继续讲一下游戏大部分规则哈。哎、欸，嗯，对了，哎、欸，我连线伺服器失败、欸，你是复制到空白键？最新版哦，空白键是复制到。